隔壁上老板极力推荐说，这一台真的是一个哦值得拥有的车。我说那这一台如果这个车主想卖，他会想收吗？他说他会收，因为他有在研究嘛。他说如果你保时捷这边有这个进气孔的，都是很顶的车才有。这一台已经是我选到已经基本上是没办法选的，我是不会看的。他说因为一般你去看保时捷的车门的这个按钮哦，不可能那么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做的这个双层镀膜，那基本的就是轮框框哦，内饰塑胶件的部分。那说台车本身就顾得不错也有关系，但你要看哦，这一台已经是11年的车了，内饰轮框玻璃哦，那它皮革原本都有一些哦黑黑的印子啊，所以皮革我们是有先用内饰的清洁剂去做一个刷洗，才用这个皮革油去保养的。这一台13年的车，这目前还要400多万。他说这个真的不太会掉价，看都已经过这么久了，真的是经典。有没有了解这个911的？下方留言告诉我。